你这边你让那些其他的工作人员先出去嘛，这有点紧张。好好好好好，人太多了，有点适应是吧，飞总？对，有点不适应。没事没事，来来，大家啊，就留助理留在身边，其余的人都出去，好吧？好，助理留在身边啊。来，咱们直播间啊，马上两千人了啊，来公屏上啊，上人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咱们把点赞点到100万，来最快的速度点到100万。阿梅也在这里，阿梅你快点过来过来，我有点紧张了。阿梅也在啊，哇，咱们马上两千人了，就两分钟就两千人了啊！来，咱们直播间两千多个家人们啊，先把王菲点点赞，把最快的速度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然后把咱们啊，不管是在王菲的粉丝群还是在别人的粉丝群啊，你们把咱们的直播分享到所有你们在的粉丝群里面啊，增加咱们直播间的人气啊！来，现在啊，马上两千多人了，没事没事。你干嘛呢你？你一会儿别把我传染了。我现在还算好的，你一会儿。今天啊，为了咱们这个减轻咱们现在这个紧张的气氛，然后决定好了啊，有请阿美给大家唱一首歌。什么？行不行？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咱们啊，现在因为好多家人都还没有到场，现在直播间现在才2000多个家人们啊，然后咱们缓解一下这个紧张的气氛啊，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公屏上把王菲打出两个字"加油"两个字啊，然后今天哪也别去啊，就在王菲直播间待着，哪怕增加个人数，凑个人数，好不好？公屏上"加油"两个字打在公屏上。然后接下来这段时间让阿梅给你们唱首歌。你行不行阿梅？你可以的，相信自己，你可以的。他家阿梅不喜欢听的，不喜欢听。请的。不喜欢听。想听阿梅唱歌的公屏上打两个字想听。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我们已经在河南这边了，就在王祖这边了。昨天晚上看王菲直播的应该都知道昨天看我直播，然后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河南这边的，公屏上打"知道"两个字啊！不知道的，一会儿我跟大家重新说一遍。然后啊，现在先让阿梅给你们唱首歌啊！你看公屏上全是想听的啊！不是王菲哥，你先给大家唱一首歌，唱完了之后咱们再开始进入主题啊！咱们今天过来的目的是来帮这个王总帮他带一场货，带一场这个加法的装茶啊！今天我。我今天一过来本来人家王总很认气的，说是要先带我去吃饭，但是我拒绝了，我说先办正事啊，我过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帮大家选品比如今天晚上给大家带的每一款产品都是从几百款里面挑选出来的，我认为是最好的一款带给大家的，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王菲，谢谢大家。然后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我相信这两天只要是关心王菲的支持王菲的，都是每天都在看着王菲这一路怎么走过来的应该都知道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到了河南这边是怎么过来的可能都知道当然有一些人是因为自己私人的事情然后比较忙，可能可能不知道。所以不知道的，顾不上打个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边不知道的，顾不上打个不知道。知道的，打个知道。如果有大部分的人不知道的话，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来到这边的这一路上感谢直播间每位支持王菲的，每位陪伴着王菲的所有各级帅员们现在咱们直播间有4000多个家人们了来，咱们加把劲，用最快的速度把点赞点到100万，好不好？谢谢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来，接下来有请阿梅给大家来一首歌助兴。不是王菲哥，你先上了，你先上了。什么？我先上？咱们，你看这个介绍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看这王总他们都在看着呢，不能丢脸了。我也想听一下弟媳唱。咱们要把咱们这个从大山里面的这个气质拿到城市里面来，让王总他们对我们要刮目相看，对不对，家人们？对不对，家人们？不是，哪有什么气质？我也想听一下弟媳唱首歌，好吧？
王菲哥，你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想听阿梅唱歌的，给我闭上，打两个字想听。没有没有没有，我都太紧张了，家人们，感觉今天本来就紧张了，你还让我唱什么平时都不会唱歌的。我见过你唱歌呀，你就唱那天你那首歌。什么歌？你别乱说，你唱。好，来来，快点，王菲。他们都你看都说想听，已经沉到一千了。想听两个字已经沉到一千了，你好意思不唱？都已经站到台上来了。什么台上？来，唱吧。不是，我真的不行，唱歌我是真的不行。没事，别紧张。王菲哥。不是，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咱们现在怎么才4600个人呢？咱们说好的10000人呢？怎么他们都不来了吗？咱们昨天明明说好的今天晚上8:30不见不散，另外5000人去哪里了？直播间家人们，另外5000人呢？你唱首歌，用歌声把他们。现在马上5000人了，还差最后200就到5000人了。还差最后100，最后20个，不到10秒就有了5000人了。没有，但是咱们说好的10000人呢？怎么现在才5000人？我已经开播有6分钟了，现在怎么才5000人？应该不知道你用这个号直播吧？我说了的呀。但是有的应该没看到啊，有的应该没看到，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咱们昨天明明约好了，今天晚上8:30不见不散，一定要带我到王菲这，王菲到我的直播间来支持我，哪怕增加个人气，都说要来的。但是现在只来了5000人，后面的人啊，有些人没有来，但是没事啊，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啊，因为你们今天能来到我直播间啊，支持我啊，帮助我啊，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啊，你们也人家也不欠啊，不欠咱们的啊，人家也不欠我的，能来是情分，不能来啊，他不来，咱们也不勉强别人，对不对？啊，有可能别人也有事情忙啊，所以啊，他们不能啊不来的那些，咱们也不怪他们。然后啊，我们直播间5000多个家人们啊，所有人再次分享一波直播，感谢平台帮我们支持了150个观众，谢谢平台。然后咱们点赞不要提，来上人给我评上啊、今天晚上啊真的因为啊、比较激动，所以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给我评上啊、帮王菲打两个字加油。然后有些人可能是今天才来才走进王菲直播间啊，可能还不知道今天是干什么，是什么一个情况，我给大家说一遍啊，因为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遍。反正支持我的人应该关注我的人支持我的人应该基本上都知道，就只是有可能只是没知道细节，你们就顾不上帮王菲打两个字加油。我简单的跟大家说说一遍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河南这边的。加油家人们，加油，打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的公司出了一些事情，然后需要可能本来是说好我自己去处理的。但是我自己处理起来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然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处理的好。但是咱们我在昨天晚上的直播中遇到了一个叫王总的王浩大哥，他说是只要我答应过来帮他带一场这个专场，就是一个加法的专场，加法鞋服的专场。加法就是那些平时咱们用的那个被子啊，盖那个床单啊，那些被套之类的反正他已经跟我说过了的啊，咱们只要尽力就好，没有给咱们下多少任务只要咱们尽力就好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边只要咱们今天能够顺利的把他带往这一场专场没事，咱们直播间所有哥哥姐姐们买不买没事。只要在直播间帮王菲增加个人数，增加个人气，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来到这边了现在咱们直播间本来昨天晚上我跟大家约地的时约好的时候是7000个人啊，7000个人说是今天都要不见不散的。
但是现在只来了5511个人，还差2000来个，还差2000个左右啊。各个姐姐双姨妹没有来啊，可能他们啊忙，可能他们啊，反正各种原因嘛啊。但是啊，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啊，谢谢今天晚上啊啊能来我直播间的啊所有5543位各个姐姐叔双姨妹啊，谢谢你们的到来啊。不管咱们啊一会儿的战场结果是什么样啊，这个不重要啊，能来我已经很高兴了啊啊。今天你们这样子支持我啊，有些人可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啊走进王菲直播间啊，然后啊有些人是第一时间我开播他就到了的，谢谢你们啊。不管结果怎么样，感谢你们的支持。支持，谢谢家人们。点赞，哇，点赞是点到100多万了，都快200万了，家人们，点赞是点到200万了。马上到是吧？马上到。行啊，那啊咱们啊。接下来让阿梅给大家唱一首歌，唱完了之后咱们就开始好不好？唱完了之后咱们就开始，行不行？你们要听阿梅唱歌还是听我唱歌？咱们先就是提前预热一下嘛，对不对？提前预热一下，你们是想听阿梅唱歌还是想听王菲唱歌？肯定是后边打出来，想听阿梅的打两个字阿梅啊，想听王菲的后边打两个字王菲。加个王菲两个字打起。马上6000人了啊，直播间马上6000人了，我们离10000人只差4000个人了啊，我们离10000人只差4000个人了。本来咱们啊光不用其他人，就咱们自己家的这个非家人都是有10000人的，对不对？咱们是万人大家庭非家人，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没怎么开播，流失了一部分的家人，但是今天还是能来到60%就是还有6000个人来支持王菲已经够了，真的够了，10000人咱们就不奢求了，哈哈，行。希望大家今天都不要走开，留在王菲直播间，帮王菲增个人气，帮王菲增加一个人气，好不好？怎么了？啊？怎么了？你怎么还不唱歌？啊？王菲那两个字都沉到来，想听阿梅唱歌的，过不让打阿梅啊！想听王菲唱歌的，过不让打王菲。这个是你只能过来。喂，阿梅。哇！你不要紧，你不要紧。你怎么都卡了卡了？阿梅，哎，你今天还没回来啊？那个表姐，我跟你说一下啊。啊。本来阿梅我们两个前几天就应该回去了的啊，但是因为我公司这边啊出了一点事情啊，我公司这边出了一点事情，然后阿梅呢他作为我的好朋友，然后他就想陪着我一起把这个公司的事情处理好了之后再回去，应该要不了多久了，应该就那么12天时间我们就能回来了，好不好？这12天时间你帮忙把阿梅的那个弟弟妹妹啊，阿梅的外国这些照顾好一点，好不好？我们回来的时候给你买衣服啊。不行，你们那边公司有事这种我不管的。不是，那个啊，我就你回不回来？你听我的，你听王菲哥。不是，王菲哥公司上有事情嘛，我这样子走也不好的吧？家里面有你的嘛？上次王菲哥答应了给你买那么多，对不对？买了衣，王菲哥买了些衣服，我不要了，现在我不要了。不是，他已经都买了的，都已经买了。买了我不要了，你们两个骗我的。怎么可能会骗你呢？不要，你们两个现在有事几天了？没有，是上次本来我们两个昨天就要回来的，但是公司上面那个事情一两天解决不好的嘛。一两天解决不好，所以我现在跟王菲哥一起过来帮他就处理一下。
然后你啊，我跟阿明，我跟你说，你就好好在你爸的瓜皮疙瘩，你爸的